大家前朝。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今日咧，我哋就继续咧讲一行蝙蝠，咁大家一齐仲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咁我哋咧上次咧就讲到第十一段，咁就有关咧话讲女人咧。佢太過溺愛嗰啲細路哥，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咧就害咗個細路哥。咁所以咧，阿印光法師咧喺呢度咧都鄭重咁提醒嘅，即係話咧有啲咧女性啊好冇智慧嘅，咁樣嗰啲仔女啊讀高校啊咁上大學啊咁樣去做媽媽嘅咧。就喺學校旁邊租個房，咁咧就服侍嗰啲仔女。有啲咧，如果係住得遠嘅話咧，咁啊，嗰仔女話要食餃子，咁樣佢都包好啲餃子咧，就坐飛機送去俾佢食。咁呢啲咧就唔係話慈母嗰個慈悲嘅心，而係佢冇智慧，太過偏愛啦。過度偏愛仔女咧，就即係等於咧害咗佢，俾咗一劑毒藥佢。咁再繼續咧，就係講呢個虐待鄙僕。咁身為一個女人咧，如果佢有錢噶，咁佢做咗一個女主人嗰個地位，屋企咧就有啲仆人啊咁樣咧，咁女人個心胸咧。就是比較窄啲嘅，咁有啲人咧就係中意虐待嗰啲鄙僕嘅，咁或者咧有啲係屬於田房，田房咧就係講佢個丈夫前妻死咗啦，咁再娶翻一個新嘅妻子，呢個咧就係屬於田房，咁前妻咧。可能都會生下啲仔女嘅，咁佢做咗田房之後咧，即係做人後母咧，咁女人咧一般嘅心態咧，做咗後母之後咧，係總係咧睇前房嗰啲仔女咧係唔順眼嘅，咁成日都要虐待佢哋嘅，咁呢一點咧，我哋做女人嘅咧都要特別小心啊！呢個係我哋女性嗰個弱點嚟嘅。同埋咧，女性咧好容易就會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就係因為咧，女人咧同男人嚟比較咧，女人咧係煩惱比較重一啲嘅，所以女人唔能夠做五種王，邊五種咧？女人唔可以做國王，女人亦都唔能夠做轉輪聖王，亦都唔能夠做偷你天王。亦都唔可以以女身成佛，更加唔能夠做魔王。咁你諗下，如果俾女人做到國王，咁佢自身嗰個先天性嗰個劣根性咧，就係比較個心量少。咁如果俾佢做到女王咧，咁就好容易咧，就將佢嗰啲劣根性咧就暴露出嚟。咁就害人害己嘅，咁所以咧，作為一個女人咧，我哋對自己嗰個心理上嘅煩惱咧，同埋我哋咧個心量
咁狹窄嚟讲，智慧亦都系好短浅。喺呢各方面嚟讲咧，我哋身为一个女人，特别特别要清醒一啲，要认知到原来女生系咁麻烦嘅，咁多烦恼嘅。咁我哋对女生咧，应该就要有一种咧厌离女生呢一个心。改变我哋唔好嗰个毛病，我哋一定要去改变。点样去改变我哋唔好嘅毛病呢？嗱，你可以从对家公家婆啦，就要孝敬同埋要奉养佢哋。好多做媳妇嗰啲咧，佢自己咧对佢个爸爸妈妈咧好孝顺嘅，但系咧佢对丈夫的父母他就不会孝顺了，就是有那么强大的个分别心。历来呢婆媳关系处理得不好，最大的问题呢都是有时做媳妇的不懂做，特别呢是在 现代有知识的女性来讲，我们常常呢都会看到有一些夫妻，咁佢可能公公婆婆啊，咁样就系农村嘅人，咁佢生啲仔女都系喺农村长大嘅，咁佢仔啊读书由大学咁一路考上去咁样，后来咧咁佢就嫁咗俾呢一个男仔，咁呢个女人咧就会好睇唔起佢啲家婆噶啦。認為咧，佢哋係鄉下人，我哋係市區人。咁做仔嗰啲咧，本來咧佢就好想孝順佢父母嘅，就係因為咁樣呢一關就過唔到啦。咁所以咧，就會出現到啲乜嘢咧？喺國內嗰啲男同胞咧，佢即係激到咧相當痛心，年30晚佢都去火車站嗰度過夜，兩邊都唔翻，咁你諗下呢種情況啊？敬丈夫，咁又點解呢？我哋要恭敬丈夫。女人咧喺周易嗰個經裏邊咧就講咧係屬於坤卦。如果你係坤，你就要得到呢個元亨，一定咧就要精純。做女人一定要精，而且要柔順。對權卦就是講男人，就是指丈夫，就要柔順對妻子，這樣大家互相去協調，這樣才會有好日子過。否則的話，你想雙方吉祥都幾艱難，所以大家雙方都要尊重。如果你唔恭敬你自己嘅丈夫，这个女人咁就有乜嘢唔好嘅下场呢？佢一定唔好啊！佢对嗰啲家公家婆唔好啦，丈夫又难做啦，咁一路一路搞落去嘅话咧，变咗咧家嘈屋闭，家无宁日。咁樣你想吉祥都冇啦。咁我哋咧聖言咧智慧就相當好噶。咁聖言亦都有一個教法教育，叫我哋教育兒女對屋企仆人，我哋做女人嘅咧就要慈惠一啲，要關懷一啲。俾佢哋一啲好處，等到嗰啲奴婢啊、仆人咧，覺得咧你對佢好有恩德，對前房嗰啲兒女咧，你都好似咧做到，唔係話好似，直頭要做到，好似對自己生出嚟嘅仔女一樣咁樣去教導同埋去養育佢，以恩情去撫養佢哋。喺中國歷史上，確實亦都有少部分
好好嘅女性，佢對前房嗰啲仔女咧，比對自己生嗰啲仔女咧，仲更加關懷，係有呢啲咁嘅女人，但係好少。儘管係少都好啦，佢哋實質上係值得我哋一切女人去學習嘅。咁你喺行為上去孝順公公婆婆啊，敬事丈夫啊，教育兒女啊，慈惠嗰啲婢仆咁樣，仲要咧教養，因為前房嗰啲兒女。咁呢個世界，如果你係咁嘅話咧，就一定會走向欺聖欺賢嘅正道上。咁即係會有賢聖者出現啦。咁亦都係我哋佛教教導眾生遵行根本之法，即係要有道德嘅根本。如果你能夠具有呢一種咁嘅功德，你就會對別人你會生起一個恭敬心，咁你就會收到福，亦都得到智慧，壽命咧都能夠增益。你修念佛法門，求生淨土一法咧，咁樣可以講絕對係順風順水。臨命終嘅時候咧，絕對就會得到阿彌陀佛慈悲嚟接引我哋往生西方，仲係九品往生。咁你話幾咁好咧？世間種種嘅行為有因，必定會有果。所以自己如果中咗孝順公公婆婆、恭敬丈夫啊、慈悲呢個婢仆啊、教育兒女等等嘅善因咧，到你老咗嘅時候咧，你一定咧會受到佢哋嗰個孝敬慈愛呢個果報。有時候現世就可能咧會睇到報應嘅。如果你做兒媳婦嘅時候，你都唔孝順公公婆婆啦，咁樣等到你中年啊，到咗老年嘅時候，你個兒子娶咗媳婦翻嚟啦，你個兒媳婦亦都唔會孝順你嘅。所以講世有女人不明治理，呢、這個治理係乜嘢嚟啊？即係話，你對別人好，實質上咧係對自己好。如果你害別人咧，就等於害咗自己。自他不義，眾生同體。女人咧就要了解呢個道理。咁樣點解要把即係將呢件事提出嚟講咧？印光大師就覺得，女人嚟講咧，往往就心量少，佢只係關心自己嘅嘢，所以可以講咧係好自私嘅。咁所以咧，孔子亦都講過：為女人與小人難養也。聽到真係都好悲啊，係咪？女人同小人走埋一齊講喎，確實女人咧真係有呢一啲方面嘅煩惱嘅。咁做女人如果知道啦，我哋要有同體感，有仁愛嘅心，咁先能夠盡量做到一個好嘅女人嗰個職份，咁樣然後先能夠可以期待佛天善神嚟了解自己的行為，我真係改過啦。女人本身係天生嘅煩惱嚟噶，咁所以印光大師咧喺呢度咧就苦口婆心咁樣教化我哋呢啲女人。我哋知道之後咧，就要把自己嗰啲毛病、缺點認清楚，我哋要痛改前非，做一個女人咧。仲有一個特點啊，就好中意自己嘅身體，天天咧
就去梳妆打扮，有一种自爱同埋自恋嗰个感觉。咁如果我哋知道啦，我想厌离我哋呢个女身，咁又点呢？想转女成男，咁样嚟讲咧，靠自己嗰个力量去修行，咁就要需要经过修一大阿僧祇劫之后，然后先可以离开女身。你话几个唔容易咧？喺净土法门咧，就对转女成男提供咗一个好好嘅方法。咁只要你相信阿弥陀佛，发愿去极乐世界持阿弥陀佛嘅名号求生净土，咁就阿弥陀佛咧就会接引你。咁你喺莲花里面咧就转女成男。当你从呢个莲花里面出嚟嘅时候咧，你已经具足三十以上八十随形好一个大丈夫相。所以作为一个女人，你闻到阿弥陀佛四十八个大愿，你就会知道怎样去转女成男这个这么殊胜的方法。因为得到佛力的加持那个恩德，这样你遇到净土一法，今生你真是得到很大的便宜，我们可以说成佛可望。咁再睇下一段，大家一齐读。小儿从有知识时，即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时，宁彼自知己之心，与天地鬼神佛菩萨之心息息相通，起一不正念，行一不正事，早被天地鬼神佛菩萨识知识见，如对明镜，不现丑相，无可逃避，是可有所畏惧，免为良善也。无论何人，即鄙薄小儿，亦不许打骂，教其敬事尊长，卑以自牧，务须敬惜自己，爱惜五谷、衣服、杂物，护惜虫蚁，禁止零食，免致受病。能如此教，大了决定言善，若少时任性惯，既不教训，大了不是容留，变成匪类，此时后悔了无所益。古语云，教苦初来，教儿婴孩，以其习与性成，故当谨之于此也。天下之自乱，皆基于此，切勿以为老僧于谈，无关系要也。好啦，咁我哋又睇下呢段佢係讲乜嘢。呢段呢就係讲有关儿童教育。印光大师係一个出家人，而且亦都係专修净土嘅祖师，亦都係净土第十三祖。咁你諗下，佢对于妇女嗰个教育、儿童嗰个教育，佢都寄予
咁深切嘅关怀，所以讲我哋修净土嘅行人，亦都系庄严紧我哋现在呢个世间。呢个庄严系要真正从呢个实际行为去做嘅。儿童就系一个民族嘅明天，亦都系一个民族嘅未来。如果你睇一个民族嘅兴同埋衰，你一睇呢个民族嗰啲细路哥嘅质素点样，咁你就知噶啦。所以呢，儿童教育系非常咁重要嘅，家庭教育是自觉安定的根本。所以因祖不得在这里不加以考虑和研究，对于儿童这个教育是最重要的，因为对他那个道德上呢是要加以教育他们的人格的教育啦，整体素质的教育啦，心生敬畏这种教育，还有呢在行为上的规范，在这一段开始是非常重要的。细佬哥到他懂事的时候，你就应该去教他们怎样孝顺，教他们八德，做人八种道德。哪八种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的教育如果真的成功的话，这个小老哥一生他真的受用无穷。首先我们讲一下个孝字。孝就是叫我们孝敬父母。我们首先呢是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不可以溺爱他们这首歌。比如我们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一到吃饭的时候，那些小哥就要帮父母添饭，帮父母斟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培养这个小哥有一种孝心同埋孝行。现在可以讲颠倒咗啦，细佬哥，哇，佢好似个小太阳咁重要啊！一话食饭就坐埋嚟，做父母嘅咧就望嚟望去氹氹转。如果呢个细佬哥你话佢唔够三岁，或者佢自己都唔能够照顾自己，咁你去服侍下佢係应该㗎，係咪？但係当佢长大到七岁八岁啦，十岁嘅时候呢，你就唔可以咁做呀。你就要开始去教育佢嘛。一定要令到佢识得服侍父母，又识得教佢点样去为他人服务。咁你要俾个机会佢嘛。等他成就一份孝心。弟字又为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做弟弟的呢就要恭敬兄长。这样兄长当然你也要关怀弟弟，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兄弟之间有个弟嗰个德性，忠就是忠心耿耿的忠。佢系讲乜嘢呢？就系讲个人同埋社会同埋国家嘅关系。咁你喺呢个社会做事啦，如果你系做公务员嘅，一定要对国家尽忠。忠心耿耿，你如果有忠心的话，你就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
去謀呢個私利，做嗰啲貪污腐敗嘅嘢，就把國家嘅錢啦存到外國自己個銀行户口裏邊。如果你咁樣做咧，呢個就係不忠。所以咧，我哋咧睇到有啲貪官啦，就係由於佢細嗰個時候咧受唔到好嘅教育，所以佢大咗就係變成咁啦。信又點解咧？信就係講朋友嘅關係，咁就要講信譽。呢個信字點寫啊？個信字左邊咪企人咯，企人邊啦，右邊就係言語嘅言。咁嘅意思就話咧，人講嘅説話係可信嘅。如果講咗啲説話唔可信嘅咧，咁你就唔係人啦，你冇資格做人。所以咧，自古以來咧，做人咧都係好有尊嚴嘅。有啲事情咧係用人格去擔保嘅，大家都會相信嘅。但係喺現在，人格都瓦解咗啦，人格都冇啦。你話用人格去擔保啊？邊個會相信呢？古人嗰個信就係一諾千金，一言既出，驷馬難追。無論點樣都好啦，佢講咗咧，一定會兑現嘅。呢個係諾言啊嘛。信直根於誠，就係真誠誠心，咁樣就會表現喺個信嗰度。現在呢個社會或者信已經去到好低好低嘅啦，冇乜信嗰、那個人格啊！人與人之間已經都唔能夠可以你信我，我信你，信任呢個關懷都冇嘅啦。有時候我哋睇到呢一點咧，真係都覺得好感慨。經濟領域嗰個坑蒙拐騙、假冒偽劣呢啲種種嘅事情，甚至乎媒體都有虛假嘅報導，有虛假嘅廣告，亦都有虛假嘅學歷文憑。呢啲實質上太多太多啦，所以一個人一定要有個信。咁有一次，孔子喺教育佢嗰啲學生當中，咁子貢係佢一個門生嚟嘅，咁就問孔子有關治國之道。孔子就回答，佢話如果治理好一個國家，要有三個要素。第一就足食，足夠嘅糧食；第二就足兵，足夠嘅軍隊；第三就有個信，信譽個信。咁子貢就問啦，佢話如果呢三者要去掉一行，一行即係唔要一個，咁應該唔要邊個先呢？咁孔子就回答：咁就去掉呢個足兵啦，即係國防嘅力量都可以去除咗佢先。咁咪剩低兩個咯，一個足食同埋一個信。咁啊，子貢又再進一步問啦。咁啊，如果足食同埋信呢兩者之間，非要選擇唔要一個嘅，咁你留邊個又放棄邊個咧？咁樣咁如果對一個治理國家嘅人嚟講，聽到咁樣問，真係都幾係俾佢一個難題嘅。咁孔子咧就回答啦：去掉足食，咁啊即係話國民
食饭的问题都可以放下，那就剩下一个信咯。那么子贡一听到呢就大吃一惊，老师你为什么会作这个选择的？当时呢孔子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他说如果没得吃可能会死，自古以来谁不用死呢？你告诉我，但是如果人没有诚信这个德性，那他就站不得起来的了，他的人格就会瓦解的了。那就可以说这个信这个道德价值是超过了我们肉体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圣人可以说抛地择地有声的语言。我们看到这一段对圣人我们真的 感到佩服到五体投地，他们可以把一种道德的精神价值提高到这个程度。然而我们现在不肖的子孙对于这个信的道德价值观念已经沦落了，没有了。我们真是愧对于孔夫子，所以我们要进行信这种教育啊，我们要紧紧记住这个信。礼就是讲礼貌同埋礼敬，要有礼的精神。礼的精神就是讲恭敬，恭敬是要看你的表现，不是讲，是表现出来的，是要有礼节，要有礼的形态来表现这种恭敬心，不是你黑晒块面，咁就人哋话点解你咁样啊？你乜对我唔恭敬？我好恭敬你啊！我心恭敬你。喂，你个心睇唔到嘅喎，系要你一种行动、一个态度表现出嚟，人哋先知噶嘛，系咪？所以呢个恭敬、呢个礼系要从你个恭敬、你个表现出嚟嘅。是不可以呃人的。义是正义的义。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当中关文祥，即是关羽这个人，就是我们代表这个义那个典型的形象。桃园三结义就是讲三个人在桃园那里结拜为兄弟，他们结拜为兄弟之后呢，关羽呢对他的兄弟的关系呢相当有义气，尤其是呢他对大哥刘备的忠心耿耿，你用什么都不可以动摇到他的。廉就是说廉洁节俭，一个人呢就要减低自己的物质的欲望，我们要廉洁。做官又要做清官，虽然是两袖清风，但是都落得自然。一个人能够廉洁，他的道德人格就会提升的了。如果一个人去追求高消费啊，或者喜欢过住那些奢侈的生活，那他就很容易呢走向这个堕落的街道。那他呢就会想办法呢去找那些不义之财。好了，最后一个呢
廉恥嗰個個恥字，就係講羞恥、內疚咁解。當做咗某一件事之後，你覺得愧對於良心、愧對於天地、愧對於他人，咁樣咧就可以講知恥近乎勇。個勇係咩咧？勇敢嘅勇。你知道恥啦，羞恥啦，你先會勇於去改過嘛。所以叫做知恥近乎勇。咁呢個恥就相當於我哋佛教講慚愧心。如果一個人冇慚愧心，咁樣就係冇藥可救。如果一個人冇羞恥感，都到無恥嘅程度，咁佢更加無藥可救。呢種恥感係佢嗰個良知同埋良能係完全都失去啦嘅一種情緒反應嚟嘅。如果良知良能都冇啦，咁佢就會喺物質裏面去追求，佢就會容易起仇恨心，得唔到咪起仇恨心咯。咁佢就唔會有恥啦。如果冇恥，佢唔認為呢樣嘢係羞恥，有啲人反而以為係榮，咁樣佢就會做壞事，甚至乎咧，佢就去貪小便宜，或者咧攞人哋屋企嘅嘢呃人，咁佢仲炫耀自己，你睇下我啊，呃咗幾多人，又攞咗幾多著數，你睇下我幾叻啊，咁樣就講埋一大堆呢啲咁嘅唔好嘅嘢。佢因為佢唔識得呢個羞恥，所以咧佢仲以為好叻，喺度猛咁炫耀自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就係咁解啦。有啲咧就搞婚外情，佢仲炫耀自己，你睇下我啊，魅力十足。有幾多個情人呢？咁你話咧，呢啲咁無恥，呢啲真係好無恥啊！如果一個人啊到咗呢個無恥嘅程度嘅時候咧，真係冇藥可救嘅。咁我哋講呢個八個字就係講八德，正話講咗啦。咁樣係非常咁重要嘅，亦都係講做人基本嘅人格嚟嘅。如果呢八個字都冇啦，古人就叫佢哋做乜嘢咧？亡八字，亡八字聽起嚟都幾好聽啊！嗬，亡八字，但係即係意思話喺你身上一個道德都睇唔到，咁樣叫你叫做亡八字，咁都係幾文雅嘅講起上嚟。如果呢個亡係個亡底下有個心字，呢、這個亡啊嘛，如果個心都唔要咗，就係、是、死亡個亡呢個亡啦。如果叫你叫亡八，咁就係鬧你啦。有啲仲講得呢個王八蛋，即係話喺你身上一點道德都冇，體驗唔到出嚟。所以呢八個字咧，喺我哋中國人咧教育最基本嘅，就係一定要有呢八德，一定教細佬哥，一定要喺呢個八德裏邊咧去教。由細佬哥開始咧，我哋就要進行呢一個八德嘅教育。跟住咧，我哋一路一路咁就要教佢哋三世因果，因為我哋所有行為造作
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当中，因果是不虚的。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在六道轮回当中，我们都会体验的。因果和轮回是我们佛教的核心道理，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如果我们能够教育给啲细路哥听，咁呢个细路哥佢能够接受呢个道理，佢就将呢个道理咁样就摆咗喺个心度，咁就等佢建立咗呢个因果轮回嘅观念，佢就会一定产生有一种敬畏感，佢就唔够胆胡作非为啊！咁样就建立咗一种咧，就系咧惩恶劝善嘅一种行为。咁呢一个，如果佢真系咁嘅话咧，呢个细佬哥佢就喺佢个内心嗰度咧，已经将呢个因果轮回扎扎实实咁样摆咗喺个心嗰度，咁样佢永远都会自己约束自己嘅，佢自己识得去规范自己，知道有三世因果嘅，有轮回嘅，有善有恶嘅，咁佢自然咧，佢就唔够胆做啲唔应该做嘅嘢。如果因果呢个观念冇，轮回呢个观念又冇，咁样一切道德嗰个教法就冇嗰个根啦，就冇嗰个基础啦。咁得把口咁讲一大堆道德，但系系做唔到噶。咁你话？是几咁可怜呢？所以我哋现在感到忧虑，就系呢个社会啲人，佢哋唔相信三世因果，亦都唔相信有六道轮回，所以佢哋嘅道德一路咁样滑落去，一定系会沦丧嘅。咁係非常咁重要啊！所以印祖咧，或者可以講我哋祖師大德咧，都話：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亂。咁啊，印光大師對呢個問題咧，都有好多解釋。如果我哋国民，我哋啲人民唔信因果，就算孔子啊、孟子、老子、庄子，以及佛菩萨一齐到嚟，一齐嚟呢个世界，亦都冇办法教化我哋啊，因为我哋唔信啊嘛，唔信，仲可能会嘲笑添，所以话呢个五族恶世，俾一种邪知邪见笼罩住噶啦。呢啲都系学说嗰个祸国殃民，呢啲系冇语言能够可以形容到依家几咁腐败。所以呢，要教细佬哥。有两个核心的真理，就使细佬哥从细的时候就要知道，自己举心动念都是跟天地鬼神佛菩萨的心息息相通，是同体的。我哋好似你起一个邪念，或者你做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尽管是人家是看不到的，
但是已经被天地鬼神佛菩萨都看得一清二楚，举头三尺有神明。佛菩萨看到我们凡夫众生那个念头和行为，就好像揸住一面镜咁样照住个块面，睇得好清楚。咁如果你揾块镜嚟照住个面，咁你个样系丑嘅或者系靓嘅，都影晒出嚟啦，冇办法可以遮掩啊，亦都冇办法可以逃避啊。咁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你真係有道德观念，明白到咁样，你知道以后你嗰个念头就唔可以做邪，明白到呢个道理，咁样你就会建立一种畏惧感，唔好嘅不敢做，做了没人看，天地鬼神都知道。对自己不好的行为，然后来到恶报先去相信，都有一种这样的人。那这种人都还好，他相信了之后他就战战兢兢咁样去改过，咁样佢嘅敬畏感咧就会出嚟啦。佢就会努力咁样做善事、向善，咁啊走向光明嘅一面。咁呢个亦唔错。咁如果完全冇因果、冇轮回，咁我哋人又会去到边度咧？胡作胡为咯，肆无忌惮嘛，自然就乜都出嚟噶啦。啊，有一句话就话咧：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咁就会有呢个观念咧，就会出嚟。咁我啊谂咗好耐，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喂，咁系乜嘢嚟？我真系查查唔到，谂谂唔到。咁我谂下三个字咧，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又唔似。咁啊，两个字先，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咁我足之谂到点样咧？如果你唔食嘅，咁你就白白嘥咗佢；如果你唔攞嘅咧，你白白。又嘥咗佢，有權不用嘛，過期作廢咁啊，即係呢，即係意思叫你做啲唔好嘢咯。所以我就咁諗。咁佢話：如果你係貪污，你有呢個行為，馬上你就會有報應，咁樣咧就會落地獄去受罪。呢、這個時候咧，佢先會怕。反之，反過嚟啦，如果你認為冇地獄嘅，冇三惡道嘅，咁我咧就不拿白不拿，不享受白不享受，佢自然咧就會出現呢個問題。所以我諗下，我解釋都應該啱噶啦。即係有權有勢咧，你唔去貪咧，你唔去攞咧，就係好似蝕底咁樣。呢種係唔啱嘅。我哋就算送埋嚟，唔係我自己應得嘅，我都唔食。咁樣要有呢一種嘅行為先係正確。所以咧，我哋咧一定咧喺細路哥，當佢嗰個天真嗰個心靈嘅時候咧，我哋就要種咗呢一種觀念俾佢啊，做一種好嘅觀念俾佢。因为点解咧？先入为主啊！首歌系好天真噶嘛，同埋好似一张白纸咁样。咁样咧，你就要开始就要灌输好嘅观念俾佢。
同佢種咗一粒種子先。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冇呢啲咁善嘅種子咧，佢就會覺得沒無因果嘅。功利主義種種呢種咁嘅思想咧，如果佔據咗喺細佬哥嘅心靈上，你以後再同佢講乜嘢乜嘢咧，佢都唔相信。咁樣就話你係封建啫，邊度有因果啊？咁樣，所以我哋要好小心，要好小心教育嗰啲細佬哥，同埋咧仲係唔可以打，同埋鬧埋曬啲好粗言俗語嗰啲嘢咧，都唔可以。儘管呢個細佬哥唔係自己個仔，或者其他嗰啲低賤啲嘅細佬哥，我哋都唔可以打佢啊，亦都唔可以用啲粗言餵語去鬧佢。咁我哋做人咧，要恭敬尊長，對長輩咧要恭恭敬敬，仲要有禮貌。以邊種心呢？非以自牧。咁喺《易經》周易嗰度咧，就一句説話。印祖咧時時都引用出嚟嘅，卑就係謙卑嘅卑，牧咧就係講放羊一樣，即係牧羊人嗰個牧。牧嘅意思就係把將自己嗰個驕慢嗰個心控制咗，控制住嗰個驕慢嘅心，卑以自牧。對人要謙卑，對自己要控制自己嘅驕慢心。做每一件事都要謙卑，咁你個人格咧就會慢慢咁樣就會完美完善噶啦。咁你喺人際關係咧，亦都慢慢會搞得好好噶。你越係謙卑，人哋就會對你越加讚歎；你越係驕慢，到處都炫耀自己，我又點好又點樣叻，人哋咧就越嚟越睇唔起你啊！咁樣呢啲亦都係統計，即係有人統計過咧，謙虛同埋驕慢兩種人嚟講咧，都統計過。就是謙虛的人呢，就是好像什麼呢？水一樣。為什麼叫水呢？上善若水，就是呢最高境界的善呢，就好像水一樣。水有一個特點，它就是會向低洼的地方流去的。這樣為什麼它又會向低處流呢？因為水有它的平等性，所以它就會向低洼的地方流，這樣最終的時候它就會平起來了。所以說水善於處在人不願意去的地方，那即是怎樣？即是講話呢個修行人，呢啲先係叫真正嘅修行人，係卑以自牧，自己有十分嘅優點，佢都唔講出嚟，卑。咁如果喺呢個周易嘅卦裏邊個卑，就係講謙虛嗰個謙。就是怎樣解釋呢？山上地下，上面是一個坤，下面是一個梁，梁是代表山，坤就代表地，地下有山，那這個呢就叫做謙的象徵，很有內涵的，以前那些古人那些字，他意思就說呢，謙虛到他不會露給你看。你想想地下有山，
係咪？你諗都諗唔到啊！咁佢個人就係謙虛啦，所以咧謙虛嘅人咧就唔係咁容易喺表面可以露出嚟俾你睇到啊。咁但係有一啲浮躁嘅人咧，佢實質上佢係冇內涵嘅，佢有一點嘅優點，馬上佢就張揚出嚟啦。咁呢種咧，呢種人你接觸得佢多啦，大家就知道得個講字冇料嘅佢。咁所以你話明白到呢啲心理，就算冇料我都唔出聲，或者可能你諗我有料啊。咁所以一個人咧講曬，一定咧要卑以自牧。古人咧就好厚道嘅，自己有十分嘅優點，佢最多講三分嘅啫。現在呢個時代咧，可能咧就唔一樣啦。現代嗰啲人咧，可能得三分長處，佢就講到自己十分。哇！呢個世界係包裝嘅時代，將自己包裝得富麗堂皇。講起鹹頭，哇！一大堆，有乜董事啊？有乜咩咩？我唔識呢啲啊！一大堆，越係有鹹頭，一大堆咧，你就好威噶啦。咁所以咧，現在你想揾啲比較平淡一啲、謙卑一啲嘅人咧，可能都唔係咁容易揾到。每一個人一講親咧，就講自己嘅本事有幾多，我又識乜又識物又識嗰樣又識嗰樣。通常都是會炫耀自己的，但是我們知道這個弊處，我們就要教育那些首歌卑以自牧啊，我們一定要教這首歌養成一種好的習慣，現時不好的我們看到嘛，我們大人，所以我們一定要真真正正這樣去教好這首歌。再落嚟講嘅咧，就係咧教細佬哥同埋自己都要敬惜自己。自己咩叫自己咧？有字嘅子。咁呢啲都係古人之風。喺現在社會講呢句話，好似未曾聽過喎。有字嘅子咪有字嘅子啊？點？點解要去敬惜佢咧？點解要去愛惜佢咧？我哋要明白，因為咧個字係聖人做出嚟嘅。咁樣啲字，我哋睇字先學到做人嗰個道理啊嘛，明白到呢個世情啊嘛。是靠字流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国与国之间的沟通，没有字又怎么行呢？所以字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爱惜它，要收藏好它，不可以随便这样将字就撇到垃圾桶那里。字可以讲是世间的至宝，圣人造字，我哋要尊重有字嘅字，尊重呢個字，字就係等於我哋嘅智慧。如果我唔識字，我哋咪冇智慧咯。我哋唔可以褻瀆嗰個字，亂咁等唔得噶。如果我哋尊重嘅字咧，我哋將來有智慧咯。否則嘅話咧，將來我哋就冇智慧啦。下一生出世可能唔識字添。所以有字的字咧，一定咧，我哋咧就要把，即系将啲字咧就接好去，收好去。依家最好噶啦，有回收站系咪？以前就话好难搞啦，嗰啲报纸啊，或者嗰啲杂志啊，嗰啲咁啊随处撇啊，冇地方啊嘛，系咪？但系依家唔同啊嘛，有回收站，将嗰啲纸全部集中去搵个袋。拎咗去回收站，
咁就係愛惜自己。但係如果真係喺呢個但係如果真係喺中國啊或者其他嗰啲地方冇咁文明嘅啦，咁又點樣咧？就將嗰啲字紙啊全部咧收起嚟，然後咧就燒咗去，將嗰啲灰送到去大江大河，或者倒咗落去個海邊，咁樣就證明你敬惜有字之子。咁啊，彭兆星居士咧，佢曾經咧就介紹講過一個呢、這個人咧，係幫佢做事嘅，就是、看門口嘅啫，幫佢看門口。咁佢呢個人本身咧，佢就係好窮嘅呢個人，佢根本可以講到咧，佢差唔多要乞食嘅，呢個人窮到咁樣。但係咧，佢就有優點。佢成日咧，佢見到嗰啲有字嘅紙咧，佢見到咧，佢就走去執起佢，然後咧就擺埋一齊，好好咁樣去保管佢。咁所以咧，啲人咧成日都稱讚佢啊。咁啊，彭兆星居士咧咁啱，佢一個精舍，佢又去修行，咁啊要揾一個看門嘅人，咁足之咧就揾到佢呢、這個人。一路做事，一路跟佢哋啲修行人一路念佛，又可以做嘢，又可以念佛。本来佢一个字都唔识噶，但系经过咗三年之后，慢慢咧，佢识字啦，佢识得写字，又识得睇字，佢仲能够吟诗作对啊！你谂下，你敬识。有字的子就是在當生已經得到智慧，所以這一點就要從大人那裡要做榜樣，以身試教來教育小孩，這樣才可以。接著就講愛惜五穀，這五穀呢，五穀穀米的穀是食糧嚟噶嘛？我哋一定要愛惜嘅，呢啲係我哋嘅食糧啊！我哋唔可以隨便去浪費，浪費食糧就係損害天物，係最損福報嘅。所以，即使你係億萬富翁，你幾咁有錢，但係，你冇資格去浪費食物糧食。喺我哋華人社會裏面特別要注意，尤其是我哋華人咧，係好中意好客，或者為咗面子啦，咁就請人哋嚟食飯，就會做咗好多好多款菜式嚟招呼啲客人。實質上佢又唔使食咁多，食唔曬啊！最後點樣呢？就倒咗去啦。我哋以後千祈唔好咁樣做，唔可以浪費嘅。如果我哋食唔曬啦，你去到酒樓食唔曬啦，咁樣咪將啲食物打包，包翻屋企，翻屋企慢慢食。現在大陸有些高校，即是大學生成班都是，大陸很喜歡吃饅頭，大學生吃饅頭吃了一半，他有錢嘛，有錢仔才可以上到大學，吃了一半，還有一半他不吃了，就丟了到那個桶裡，被人看到真的很心痛。我們要愛惜五穀，還要愛惜衣服，我哋要谂下呢件衣服同埋呢餐饭嚟得都唔系咁易噶，仲有其他啲种种滋生嘅用具，我哋都要爱惜佢啊！唔可以随便咁样就掉咗去，
我哋唔可以咁啊，应该尽量用，用到佢用唔到，咁先掉。呢啲咧就系要爱惜。现在社会咧系一个新潮嘅社会，好多人着衫已经都唔系为咗御寒呢个角度去谂噶啦，都唔系咁睇。最紧要睇下佢系咪新款。流行的顏色又是否流行的顏色，它是從這方面去考慮、去穿、去買。流行流行流行完就不流行了，是不是？那很快很快地又換了第二個款式、第二種顏色，這樣這樣變了就浪費很多衣服啊、物質等等。所以有些大富翁或者很有錢的女人，她家衣服多羅羅，不要說大富翁了，一般家庭的女人真的整櫃都是衣服，不得已，但是她穿來穿去都是那件。那你問她愛這麼多衣服來做什麼，那是不是浪費呢？浪費就損福咯。有些為了面子，那些貴婦那些皮鞋都講幾百對、幾千對，那你看看他們是否懂得去愛惜那些物件。這些真正可以跟你說損大福。我們呢還要護惜蟲蟻，我們要愛惜生命啊、昆蟲啊、螞蟻啊，我哋都唔可以去搭佢啊、踩死佢啊！我哋要愛護佢。雖然呢啲好似好微細嘅道德觀念，但係我哋從細個就要開始知道。我哋唔知道啫，但係你哋可以教育嗰啲細佬哥，從細就要對啲昆蟲、螞蟻。教育他們去愛惜，讓他們生起一個慈愛之心，絕對不要亂咁犯錯。他小個不懂愛惜那些小動物，大了他可能會殺人放火的。如果他小個對啲昆蟲佢去愛護，咁樣佢就唔會將來大咗就做埋一啲匪徒惡心嘅嘢啦。呢啲都係非常咁重要。有時候我哋喺報紙或者雜誌上睇到，現在有啲細佬哥嘅教育咧，好似吃那些蚱蜢，他說生食的昆蟲有營養，就找到個細佬哥做廣告，就擘大個口揾隻手咁啊食嗰啲新鮮的昆蟲，話食咗營養好。好啦，呢種咁殘忍的行為，他細細個已經接觸到，覺得不是一回事。慢慢去大了，你就想想吧，你想想將來多恐怖啊，食人他都可以啊。還有呢，現在創作一些卡通片啊，給那些青少年呢去創作，那些武打片啊，卡通武打片啊，那些武俠片啊，哇做到幾暴力噶，幾殘酷啊！嗰首歌佢唔知噶，佢越係殘忍，越係暴力，佢就習慣啦。咁佢就喺度創作啦。佢越做得殘忍，佢覺得咦好有味道。咁就弊啦！你養成咗佢呢一個咧殘忍暴力呢個思維。呢啲都唔係話吉祥嘅嘢嚟嘅，相當唔好嘅。
咁所以我哋一定咧要从细就要培养好呢个细佬哥爱惜生命、爱护小动物呢啲教育，要培养呢个细佬哥有一种仁慈嘅心、不忍嘅心。有时候我哋都会护惜嗰啲昆虫蚂蚁，但系有时人哋乜嘢，我哋都会嘲笑人，使乜唔系系咪啊？使乜真系对呢啲嘢都咁紧张啊？有时我哋都会有呢、这个即系顺口而出嗰个行为。如果俾个细佬哥听到咧，咁就累死佢。所以有时我哋讲嘢咧特别小心，同埋自己都要有一个仁慈嘅心，要培养啊。呢度啊教细佬哥，实质上我可以话俾你听，都系教埋自己啊！你自己唔识，你又唔识得教细佬哥，系咪？咁好似东郭先生，佢咧佢好怕咧踩死啲蚂蚁嘅，所以佢行路咧就战战兢兢咁样。咁啲人咧就笑佢啦。你睇下佢正经到蚂蚁，佢都惊踩死啊咁样。咁我哋呢種觀念，我哋千祈都唔好學人哋咁講啊！因為如果我哋能夠救螞蟻、救嗰啲小動物，係即係增加我哋嘅福報。佛門呢亦都提過有一個公案，咁啊講有個沙彌，即係剃咗頭嘅，未曾受具足戒嘅沙彌仔。咁佢師傅咧就已經證咗阿羅漢果，即係有神通嘅，有通嘅。咁佢就觀察到咧，呢個沙彌弟子咧七日啊，得仲有七日嘅壽命嘅啫。咁佢師傅就諗下，唉，都唔好等佢喺呢度走啦，不如等佢翻屋企啦。咁樣，所以咧，佢師傅就話啦，同個沙彌講：，咁你翻去探下你父母啦，第八日。你先翻嚟，咁呢個沙彌咧，唔知道師傅吩咐佢翻屋企做乜，但係識聽話。師傅叫我翻屋企，我咪翻咯，咪翻屋企咯。咁喺路途上邊咁啱咧，就係缺堤啊，即係嗰啲水咧沖咗個堤壩，咁啲水咧沖咗落去一窩螞蟻個竇嗰度。咁呢啲螞蟻咧就快浸死啦！咁呢個沙彌一睇到，嗱嗱聲就去搶救啦！佢即刻除咗件衫，塞咗呢個窿，咁然後咧就將啲螞蟻咧從水嗰度咧慢慢引佢哋出嚟，咁啊救咗好多螞蟻。咁呢件事冇乜嘢啊，做完之後咪翻屋企咯。咁啊第七日又冇乜嘢事發生。第八日佢就翻翻去个寺嗰度，咁啊师傅睇到佢，咦咁奇怪，你翻翻嚟，咁啊师傅就入定观察，哦，原来知道系咩原因，原来个沙弥咧救咗成千上万嘅蚂蚁啊，救咗咁多条生命，所以佢有呢个功德，就将佢个定业本来要死呢个定业转过嚟。唔使死，咁所以咧，护惜虫蚁就能够延长我哋嘅寿命。如果你去残害呢啲蚂蚁昆虫，就会减短我哋嘅寿命。所以要记住，护惜就系培养培植我哋仁爱嘅心。禁止零食，免致受病。咁呢两句说话又点解呢？咁我哋睇到祖师就话啦，好似讲我哋现在咁啊，讲我现在啲人。祖师就话，佢话现在好多家庭嗰啲细佬哥，嗰啲父母咧俾好多零食佢哋啊，食到佢哋个个咧肥头肥耳。个个都肥肥仔肥女，好可爱。
但呢個肥咧就毛病就會嚟得好多噶啦，因為佢靠零食啊嘛，所以食壞佢哋啊！祖師叫我哋唔好俾啲零食啲瘦哥食啊！佢一日你俾三餐好嘅營養佢就已經唔錯噶啦。你哋要培養嗰啲瘦哥唔好貪食嗰個心。如果佢真係培養到佢有貪食嘅心就弊啦，將來會出現種種嘅問題。好似如果你唔俾錢佢嘅，佢貪心食嘢嘛，冇錢唔得噶，佢又會偷咯，去搶咯，或者諗埋曬好多唔正當嘅方法去揾錢咯。咁佢貪心一出咗嚟嘅就唔好噶啦。所以咧，我哋從小就要養成細佬哥良好嘅生活習慣。咁你睇下阿印祖對呢啲咁微細嘅事咧，佢都喺呢度講。實際上咧，佢就係咧點明咗出嚟。現在好多家庭嗰啲細佬哥咧，都係會出現呢個問題嘅。咁所以咧，就教我哋點樣去解決呢啲方法。如果教育細佬哥，用好的方法教育好，咁樣首歌長大咗啦，佢必定咧成為咧完善嘅君子，成為社會國家嘅棟樑，對佢自己、對家庭、對國家都有利益，出咗一個國家棟樑之才，又可以光宗耀祖，父母顏面上亦都有光。現在啲父母最感到自豪就係乜嘢呢？就係生咗一個出色嘅仔或者女，成日都俾人哋去誇獎佢嘅。咁如果有一個出色嘅仔女，咁可以講就係最父母最開心嘅時候。如果你啲細佬哥拉咗入監獄坐監，做父母真係冇面見人。如果你細個嗰時候你唔進行好嘅教育，你放縱佢，令到佢呢啲咁嘅劣根性發出嚟，曳啊！你又唔教佢，到呢個人長大咗之後咧，佢就唔係平庸之輩，唔係普通人。一定是匪類、土匪做賊。咁呢啲土匪咧，呢啲賊咧，係對社會同埋國家咧唔好啊，同埋法律都要制裁佢哋嘅。咁到時成咗呢個匪徒嘅時候，受到法律嘅制裁嘅時候，你做父母呢個時候要後悔都後悔唔嚟啊！所以古人講，教育要從最基礎、最早的時候開始就要做了。教父初來，就是你取這個新抱入門的時候，你就要開始教育他。他一來的時候，你教他，那他就會學習，咁就會形成一個良好嘅習慣。教兒嬰孩，喺嬰兒嘅時候，你就開始要教育佢噶啦。你要教善嘅嘢，好嘅教育俾佢，等佢養成一種善嘅習慣。咁一開始佢已經行上一個正路啊嘛。如果開始佢就走邪啦，咁就步步都係邪，咁以後你等佢形成咗呢個邪惡嘅習慣嘅時候，你想去矯正佢啊，都唔係咁容易啊。所以從開始嘅時候就要謹慎咁樣去教育兒童，教育教得好唔好，
佢不但影響家庭嘅問題，佢亦都關係到整個國家治安同埋動亂嗰個問題。你教育好一個細路哥，國家就天下大治啦。如果個細路哥冇教育好，咁樣佢將來做嗰啲匪類、匪徒啊，咁呢種惡心殘暴嘅人，咁樣天下咪就會大亂咯。所以國家嘅興同埋衰，天下嘅治同埋亂，首先都係從家庭教育去糾正翻佢哋，由家庭教育嗰度做起。現在呢一個係知識經濟嘅時代，學校嘅教育主要就係教佢哋學一啲知識技能嘅教育，道德人格嘅教育已經喺現在嘅大學、中學、小學佔嗰個比例越嚟越微薄。所以呢一點，每個做家長嘅都要清晰一啲，都要關注學校嘅教育，可能教佢好多都係側重於邊度呢？知識技能嗰方面嘅教育，有關道德人格呢個教育呢，做家長嘅唔可以放鬆啊，唔可以放棄啊，因為你自己嘅家庭，呢個家庭呢個首歌係你嘅，你就要承擔呢一種教育。現在家長一味係注意佢自己細路哥嗰個成績考得好唔好啊，又點解今次又少咗幾分嘅？啊，今次又好啲喎，佢一味就關心書本上嘅嘢，實質上呢啲問題都唔關你事。呢啲問題應該係老師要關心啊！老師教得佢好唔好，喺學校嗰方面，老師同埋學生佢哋自己當時溝通唔溝通嘅問題。你做家長嘅咧，要關心就關心你個細路哥嗰個德性、嗰個人格。學校教育可能係唔太注意到呢個德性人格嗰個問題，但係呢樣嘢確實係非常咁重要嘅。要將呢個首歌教育得好，父母首先呢，你要教育自己啊。細路哥模仿性好強嘅，你要教細路哥嗰八德：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咁你做父母嘅呢，就要做到呢八德。如果你做父母，你對老人家一點都唔孝順，天天咁樣就喝啲老人家，咁啊俾啲老人家住間細嘅房啦，唔好嘅，咁啊自己咧就住一間好啲嘅，咁就好啦。首歌啊，好叻噶，將呢啲嘢慳慢全部記咗喺個心度。等到你老嘅時候，佢咪一樣咁做咯。阿媽，你住呢間細房啊，佢自然佢就唔識得孝順噶啦。咁你諗下，所以要自己做得到，首歌就會聽你話啦。但依家香港嗰啲家庭教育真係好差，好多父母佢自己都冇以身作則。咁樣佢都唔識得點樣去教育下一代，咁就形成惡性循環啦。咁但係佢又想望子成龍喎，咁咪俾咗首歌嘅壓力咯，所以令到首歌又要
學乜嘢班啊，又學多啲啊，咁樣又學多一科，又加多幾分，又猛叫佢周圍學。嗰啲首歌啊，真係由朝到晚個腦係唔停嘅。咁樣係咪真係好事咧？咁呢樣嘢都係學校教育同埋家庭嗰個家長嗰、那個體諒都有好大嘅關係。咁希望啦，學校啊關注一下呢方面多啲，做家長嘅咧就關注自己嗰啲細佬哥嘅道德嗰方面，自己唔識得道德，唔識得可以請老師翻嚟噶，或者揾啲老師一個星期啊教兩三次有關啲道德嘅嘢，教人做人基本點做人，基本呢八個德，咁可以自己能夠有學識，自己學咗就自己教啦。自己都冇咁嘅知識，呢啲冇壞噶，咪請人教咯，係咪？咁希望能夠出翻好嘅細路哥，等呢個社會安寧一啲啊！咁我哋係佛弟子，我哋明白，我哋有五戒，明白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喺呢五戒裏面，你俾心機去研究一下，靜心一啲，你都學咗好多嘢。你用呢五戒教嗰首歌，你都已經不得了。咁首先自己又學到，而且又可以教一首歌。或者請老師回來，印祖他的開示就說，盡量從小就要等細佬哥接觸聖人的教育。聖人有什麼教育啊？以前三字經啦，最好了，三個字一句，三個字一句，弟子規啦，現在都很普遍了，論語啊、孟子啊、大學啊、中庸啊、詩經啊等等，等他接觸一下，等他背一下，噏一下都好噶，等佢内心里边中咗一个圣人做人嘅标准啊！即系我做一个圣人，要有啲乜嘢标准咧？做人嗰个种子啊，咁佢就会一生受用噶啦。然后我哋就教佢因果啦，教佢轮回啦，亦都。盡量令他相信，引導他，教他念下佛啦。啊，驚嘅時候啊，或者啊，麻麻驚驚啊，驚驚啊，念南無阿彌陀佛咯，念觀音菩薩咯，念咗就唔驚噶啦。咁從好簡單、好簡單咁樣去引導他哋，等佢念佛。如果他真的肯念佛，阿彌陀佛個光明護持之下，他一生人嚟講。可以告訴你，他不會差得去哪裡。如果他真的死心塌地，一味阿彌陀佛或者南無觀世音菩薩，這樣經常都懂得去念，那你做家長那就放心啦，他絕對將來是一個世間的善人。或者他不能夠做些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但是他絕對就不會做壞事，拉入監房做埋啲咁唔好嘅嘢。本來呢仲有一個綜述，即係總結，但係依家係九點鐘。咁如果我再講，你要講十分鐘，你哋想唔想聽？聽埋啦，嗬！十分鐘，咁我講埋，咁咧就成本就講曬噶啦。咁啊，最後一段大家一齊讀。剛老耳，精神日衰，無力答覆來信，但已由路大通，
志远近，吾闻虚名，屡屡来信，若一概不复，亦各有负来意。若一一为福，即是无此精神，以故因此长信。凡有关修持及立身节制，是亲教子之道，皆为略说。后有信来，以此见记，纵有一二特别之事，即在来信略批数字，书彼此情达，而不至过劳也。若欲大通经教，故当请教高树法同之大通家法师。虽知大通经教者，未必即生能了生死，欲即生了生死，当注重于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也。嗱，呢个总说总结啊，总结一行篇幅，咁呢个注述嗰个因缘，咁前面咧就已经讲咗啦。印光大师对修正业嘅行人，即系修正土嘅行人咧，修行咧有种种嘅事咧，我哋都要注意，同埋基本个原则就系信愿行。咁樣亦都俾到我哋咧好精密同埋好好好嘅開示。最後咧就印光法師佢就講光，即係印光個光嘅意思，即係話啊，我印光法師自稱自己叫做阿光，佢話咧我都72歲啦。70多歲的老人，所以說剛老矣，精神日衰，即是說他精神一天一天這樣衰弱了，已經沒有那麼多氣力答覆你們那麼多的來信。但是好彩遊路大通，他們呢就是說遊路大通，即是我們香港郵政局，他們郵政局呢在江蘇呢呢一帶同埋上海一帶咧，都係好發達噶。咁所以印光大師咧，從52歲開始，佢已經接種噶啦，就由龍天咧推出去嗰時咧，開始咧就接引眾生弘法利生。咁佢話我嘅知名度咧就越嚟越高，高到海外海內個好多信眾咧都寫信嚟請教我。同埋咧，啊要求我同佢皈依，所以印光大師好謙虛咁話，佢話呢啲都係誤聞虛名，佢話咧呢啲都係呃人嘅啫，虛假嘅啫，大家聽錯啦。咁印光大師，你話佢幾謙虛啊？佢話自己實質上冇乜嘢道德，佢話呢啲咧係信眾咧。唔聽嘅啫，人傳人，萬人咧傳傳下就當咗事實。咁佢就係咁講。咁佢話咧，我收咗咁多信，咁佢就諗一諗，我哋亦都同佢諗一諗。如果一個人去俾一封信佢，喺大陸嚟講，加埋海外嗰啲信眾。咁你話阿印光大師嗰啲信係咪要用麻包袋嚟裝咧？佢以前咧，印光大師未出名嘅時候咧，如果你想寄封信俾阿印光大師，都要經過好多過好多關先去到阿印光大師個手上。但係當佢個知名度傳咗出去，佢有道德啦，咁。啲人咧就寫信俾佢啦，咁信件咪越嚟越多咯，咁啊印光大師咪又要回好多信咯，
所以話用麻包袋裝信唔出奇啊。咁但係太多信，咁印光大師邊度有咁嘅精力去回呢？所以咧唔回信，阿印祖個人又好慈悲，又覺得辜負咗你哋寫信嚟求法嗰個誠意。如果一定要每人寫翻封信回俾你，咁我又冇咁嘅精神。咁一個七十幾歲嘅老人，如果就算係三十幾歲嘅壯年人啊，佢都冇辦法應付咁多信件。一行篇幅就是呢一封長信，是啟基，亦都是阿伽陀藥。阿伽陀藥的解釋就是萬病種治，即係乜嘢病都可以醫得好啊！所以呢個一行篇幅裏面是包括了所有的問題，你哋想知嘅，因祖都用善巧方便。都寫咗喺呢個一行篇幅裏邊，咁樣好多問題關於修行嘅，咁樣喺呢封信裏邊你就可以睇到，因為有十二段都係答覆關於修淨土，同埋喺我哋生活當中點樣去建立道德人格。又怎樣去待人接物呢？又怎樣去孝養父母呢？乃至怎樣去教仔女啊？這些問題印光大師都講得很清楚，所以說這封信就是阿伽陀藥，就是這解了。這樣只要我們用心這樣去看印祖呢一本一行篇幅，咁你就將你嘅心結解開。以前印祖佢寫嗰啲文章解釋都係好古奧嘅，用翻周易，即係以前嗰啲古文文言文去寫嘅。但是因為印祖知道我們現在時代的人的文化不是以前那些人的水準，因此呢就用了白話文。大家看看這封一函篇幅，任何文化的人都能夠看得明白的，很平白的，很簡單的，容易看的。所以呢就話呢，印祖真係好慈悲。印祖點解要寫得咁白呢？佢就係為咗希望人人睇到都明㗎嘛，都懂㗎嘛。咁呢啲亦都係印光大師嗰個大智慧。佢將最深奧嘅儒佛兩家嘅道理用好通俗嘅語言就可以表達咗出嚟。所以一行篇幅實際上是什麼呢？是一封很長的信，有十二段。這樣如果你真的不明白，你就要看看這十二段裡面慢慢去看，那肯定有一段是適合你的。我哋一定要睇多幾次，睇下呢個一行篇幅，因為佢係白話文，容易睇。咁同埋有啲人，佢寄俾印光法師，可能有一啲真係呢度都冇嘅咧，解答唔到咧。印光大師老啦，唯有喺側邊注解咗幾句，咁樣就寄翻俾佢，都係用一行篇幅寄翻俾佢。咁無非印祖嘅意思都係大家溝通一下，咁樣佢自己身體亦都可以接受到，就係咁樣啦。咁呢個一行篇幅裏面咧，印祖佢係教我哋點樣去修淨土啊嘛。
我哋系要想通中通教，要做一个大通家，要好叻嘅。咁样咧，印祖佢就话啦，佢话我自己好似喺十字街头嗰度一个残废嘅人，我自己一步都唔能够行，因为我残废嘛。但系、有一个问路嘅人，佢问我路，我一定会话俾你听，话俾条正确嘅路佢。虽然我系行唔到，但系我懂。所以印祖咧系用呢、这、一个，即系将自己嗰、身份咧就降得好低咁样去讲呢一番说话。系如果你想去通中通教啊，咁样你可以请教其他嗰啲大通家嘅法师。但系我哋要知道，印祖咧系开专门店嘅，专门咩专门啊？系念佛一法。咁样，如果你想念佛求生净土，你一定系为一个目标。咁样，我哋睇印祖呢个一含篇幅，或者印光大师开示，咁样我哋就可以得到呢啲咁嘅利益，我哋就可以当生修净土法门，就可以了生脱死。咁如果通宗通教嗰啲，印光大师就唔系好想你哋去修，点解呢？因为点解咧？佢哋通宗通教嗰啲人系唔会相信净土，因为咧点解咧？因为净土法门咧系一个特别嘅法门，就系佛嗰个果地上边咧，佢呢一个不可思议嘅法门，系超出咗通途教法嗰个因果观念。咁所以如果一个居士，你提问到讲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唔会受恶报嘅。佢话印祖好似有啲唔系几合逻辑，好似同个因果定律有啲唔啱。表面睇上嚟真系好似系，但系净土法门咧就系咧同呢个通途法门系唔同噶嘛。佢就系可以讲，因为你自己满身恶业，多生多劫呢个恶种子已经喺你个阿赖耶识里边啦。但系如果你到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系冇三恶道噶，都冇三恶道，咁三恶道嘅名字都听唔到。咁样喺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边，第一个大愿就话：切我得佛，各有国家的国，各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取正觉。咁呢度就已经讲咗俾你听啦。你去到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系冇三恶道嘅。咁如果你带住三恶道嗰啲种子去，咁你去嗰度报咩？冇得报噶，系咪？咁你三恶道嘅种子系报唔出嚟喎。咁所以呢一点就已经系超越咗通途教法嗰个因果观念，所以呢样嘢好紧要嘅。我哋真系要相信阿弥陀佛，我哋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咁我哋当生就会了生脱死，揾唔到一个不可以了生脱死的，如果你真是这三样具足的话。所以呢，希望呢大家呢多看看这一本一含篇幅，落实一点，在我们生活上很多方面都能够我们学到做人。最主要呢就是修净土，即生我们就可以了生脱死。希望呢借助我哋咧，今生能够闻到佛法，亦都听到了生脱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个法门。希望大家咧尽自己最后嘅冲刺，俾一个赌注落去，掟晒落去，话俾你听，
個個都得大利益。咁今日我就講到呢度。咁啊，如果我講得唔好，或者有啲講錯，希望咧大家咧多多引證。阿彌陀佛，大家回向，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今日咧，我帶咗咧就有啲念佛嗰啲戒指，咁樣咧，你哋念一句佛就撳下啦，撳一下啦，嗰度咧就擺咗喺出邊。你哋臨走嘅時候咧，每人咧可以攞一隻又得，兩隻都得。咁啊，拎翻去咧記緊啊，我哋要念佛啊，求生淨土啊，唔好白白咁樣過咗去啊。阿彌陀佛，下一次咧就阿顯顏師講呢個三寶論，就係講呢個三世因果啊。咁我哋咧要明白到咧。我哋人做人清晰一啲，等我哋做得明白一啲，开心唔开心自己知。但系点解人里边讲成日讲话女人？我成日讲女人咯，冇讲男人。因为咧，女人麻烦多，烦恼多，所以好多时会唔开心嘅，同埋好多时会生烦恼嘅，啲无名烦恼成日起嘅。男人有冇咧？有。但系冇我哋咁多，可能女人咧又生仔啊，又做嘢，又理家，又各方面咧，我谂都系我哋女人惨一啲嘅，所以烦恼多啲。但系点都好咧，做到女人都冇办法，咁唯有咧自己好又好，唔好又好，希望咧教育将来啲手哥行翻正，自己亦都行翻正。咁今世嚟讲咧，就俾心机一味念佛。希望咧臨終嘅時候咧，阿彌陀佛咧接我哋去極樂世界，咁我哋以後咧唔使生生世世再輪迴啦，唔使再做人啦。最緊要啊，唔好話，哎呀，求下世做人啦，下世做法師啊，出家啦，出咩家去到極樂世界，咩家都有一出。喺我哋呢個世界出家都係為咗點樣呢？善根可能個種子成熟，咁所以有機會坐喺呢度啫，坐喺你底下都好自在啊！有得聽嘛，學到嘢，我覺得學到嘢啦嚇，因為我自己學到嘢啊嘛，係咪？咁尤其是佛法真係好值得我哋咩噶，同埋我哋個個都一把年紀啊，好好地珍惜啊！冇幾聽日，我唔知聽日究竟係點，大家好明白咧呢個無常。擦羅擦羅咁樣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做一個好榜樣，做一個好嘅佛教徒，希望咧佛法咧能夠咧一路傳落去，傳到冇得傳就冇得講啦，係咪？如果有一嘅機會咧，我哋都做一個好模樣，咁樣咧覺得咧就不枉此生做一個佛教徒，阿彌陀佛。